都给你谈了。我爱 TVBS 上班这档事。耶、yeah! yeah! ！请问这位小姐？Hello? 对，我是那个主持人的太太，我姓范。你不是睡了吗？你没有听出来？走家吧，黑人。你不是睡了吗？徐伟老师好，大家好。Hello? 我已经是你的啦，你还要什么？还要什么？玲玲，你知道我们今年是 live 吗？庆祝六周年这件事吗？我当然知道啊。这六周年，你为家里牺牲很多。哎呦，感激真情喊话，黑人哥，借这个机会要特别感谢你。加油！你少来，你是想要说我都很少去摄影棚。好了，那你就去睡吧，先不要睡。对，三票。那我就去。啊！先睡了。不是啦，叫他先洗澡啦。谁要求？加油！加油！喂，大家好，我是。艾正明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师长吗？师长，你马上听出来了。我只是来跟。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又没跟我讲。你不喜欢这样。我不喜欢有秘密，然后没跟我。那家务事回去再聊。还在直播啊，师长松了，属雷啦。师长扣不证明你扣音进来，要送你什么吗？快乐。我们要不要送你什么？拜拜。什么？祝你快乐，拜拜。哎，师长。师长。师长。